每次到贵教会都发现有一些的突破啊，有一些的不一样啊。这次因为我来了好多好多次啊，所以啊，我发现这个讲台不一样哦。感谢主，感谢主。可以啊，可以暂时这个 blackout 啊，我按你按的好。OK，感谢主今天我的题目是要连于那看不见的，好，我们的生命要连于那看不见的。进来这个芙蓉或者在教会当中有这个活动啊，叫做爱花城，有听过吗？哦，爱花城的服务甚至让许多的慕道友或者是微信的朋友他们非常惊讶。那我的好朋友他们还没信耶稣啊，然后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吃饭我告诉他我们将会去到这个消防局去探望甚至也有可能去到警察局去探望警察。以前我们警察告诉我们每次看到人看到百姓，他们都会跟他讲多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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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很特别教会你们来是跟他们说 terima kasih 从来没有人一开沙曼给你的话，你说 terima kasih 不会嘛都是多隆啦放过我啦我们都是这样的心态。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花城当中这些公务人员等等的然后我的好朋友就问一句话，他说你们教会怎么做这样的事的？你们不是那种宗教色彩很重的吗？那感谢主我发现教会开始走出去做许多关怀的工作。那同样在 NECF 这个祷告40天祷告已经结束了，在昨天结束了。在如果你有每一天读了这40天的祷告，非常的道地祷告什么？为着国家祷告啦，好像刚才Dr. 关你们牧师也祷告为着司法为着行政为着立法整个立法会等等的国会来祷告为着原住民，为着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问题来祷告，都是很道地的那些祷告，每个都是人民会关心的事情不只是基督徒会关心。发现教会也开始关心人民关心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不代表我们忘记属灵的事情。阿门。那以前可能如果我们讲到灵界，讲到属灵的事，似乎就很难去明白。但是现在我们有什么？有 WiFi OK，你的手机可以 connect WiFi，对不对？我相信阿公阿嬷都知道怎样 connect WiFi 那 WiFi 那个 signal 2.4G 还是 5G 也好，什么多少 G 也好，看得见吗？那个什么 G 什么 G 看不见。那今天我的车钥匙已经不需要用那个锁匙来 start 了。我们现在车好多新车是怎么样开车？Push start button 或者有一些 push start button 更厉害是可以 check 你的用手指纹另外一个人的手指不可以的。那要开这个门为了这个预防安全的缘故你会发现也是没有锁匙的哦，只有这个 sensor 放在裤袋里面那个姐妹放在 handbag 里面，它不用拿出来的，只要它一靠近就可以开了。所以现在来到许多看不见的这个电波来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忽然间我开不到车不是没有锁匙，本来就不用锁匙，我手一放下去它自动就 unlock。但是我放下去不能够 unlock，发生什么事情？哦，原来我的这个车锁匙
跟我电话放在一起哦，我电话本身也有电波啊，然后我锁匙也有电波啊，可能是要他消掉了那个，或者他阻挡了，我可以开门的这个能力啊，这个锁匙能力被消除了啊，我找不到更好的字来形容，所以原来。看不见跟看不见的电波啊，是会征战的哇，是会以弗所书里面讲什么？是会 wrestling 哦，他会摔跤的哇，他两个放在一起，他不能够高弯啊 ，OK， 然后我的门就开不到。那你们听明白了？我相信你们是现代的人都听明白，而我是以前啊。哇，没有人听得懂这个是什么事情。那今天在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当我们的力量更大啊，这个电话你看啊，肯定比我所知道嘛，它一遮下去就完蛋了。今天我们的赞美敬拜如果比魔鬼 的那个力量更大，啊，我们更多更深切，我们的信心更大，来赞美敬拜上帝。圣经说什么啊？我们来翻一翻圣经哈，因为我今天我没有，我有 slide， 但是这个经文是临时的。诗篇最后第二篇，好容易翻啊。诗篇 ，OK， 如果那我说一个东西哈，你的圣经以前哈，我会告诉大家一定要翻圣经。那现在我要告诉你，你的 Bible apps 一起说 Bible apps， 要放在你电话的第一面了，好不好？可以不可以？一起大声说可以啊！不要放在哪一个 folder 里面，你要用它才去抄，到底自己都不知道哪个 folder， 找那个 apps 找不到哦。要放在第一面啊！牧师或者任何一个讲员说：“哎，翻开什么圣经？打开什么圣经？”你一开，你按就是哦，不用去找 folder。OK， 诗篇149篇。诗篇149篇，我们一起来读啊！如果你是和本和我一起读，大声一点。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照他的主欢喜，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啊，然后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征战的经文。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啊，不是低啊，手里就有两刃的刀啊！你们刚才有没有唱歌唱下，然后忽然间感觉有两把刀抓在你的手上？对不起，不是两把刀，是一把刀，但是有两刃哈，其实是剑。有一把剑在你的手上，你相信吗？其实它就存在。当你称赞神为高，魔鬼看到你，或者天使看到你，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你不是嘴巴开罢了，他看到你手上拿着两刃的剑或者两刃的刀。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进来这个去圣大院的路常常有 block 两个礼拜里面 block 4次。就是我老婆放工的时候就 block， 然后我就迟到了，啊，以前迟出门哈，他就骂了哈，现在我迟到我可以讲什么？啊，警察 block， OK， 那我没有犯罪哈，带绑好 ，Rodex 准了，全部漂亮，但是看到他在前面 block， 不知个那个心啊。就跳得比较快一点，为什么？那虽然他那个警察哈，他的那个枪没有拔出来，你看到他制服就感觉他拿着刀一样，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称赞神为高，那虽然你没有拿那个 physical 看到的这个刀，但是在灵界里面，他看到什么？每一个称赞神的人手里就有两刃的刀啊，两刃的刀拿来做什么？为要报复，一起说报复。
哎，基督徒，你不是讲爱了吗？怎么讲报复啊？一起说，放心，大声点说，放心，啊，是报复魔鬼的邦国，不是报复人的国。哦，不是我们要打仗，哦，是要跟魔鬼打仗，我要报复这个魔鬼的国度，这个列邦，刑罚他们的民啊，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这些魔君，这一切的魔鬼的头，哦，用铁镣锁他们的逮过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魔鬼几时要被审判？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OK， 他们就被拿到阴间去，捆绑在阴间里面1000年。哦，如果你神学很清楚，但是这边说什么？不用等到那个时候，一起说不用等到那个时候，马上啊，就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当你赞美敬拜，那个刀就飞出去了，就砍到他了，那铁镣就出来了。所有在我们生活中咔嚓我们，或者好像本来你可以开门，本来神应许给你，你要去到某某地方，但是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咔嚓的电波，你看不到，它在那里挡着，那你门都开不到，车也开不到，不能够走到神应许给你的地方，那你要做什么？你要赞美啊，你要敬拜啊。当你赞美敬拜的时候，那个拦阻，那看不见的拦阻就会被挪开。阿们，阿们。这就是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所以不要小看你的赞美和敬拜，我们要连于那看不到的，那同时教会也要去关怀呢看得到的。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去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哦，我们怎么这样去爱那看不见的主？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有一个看不见的，神的国是不能够被震动的，神的国是看不见的，魔鬼的国是看不见的，但是好像 WiFi 一样，好像Bluetooth 一样，你虽然看不到这里有一条 antenna， 看不到一条 line， 但是它的确有它的 connection 在那边，它会连于的，而在灵里面，的确是这样。今天在这一段时间，或者这近20年里面，有不少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啊，有不少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可是没有70、80年代这么多，然后有好多的教会在马来西亚的教会 majority 啊，大部分的很稳固的，无论在圣经知识上，在敬拜上，在传福音上，整个的体制很完善的教会，或者教会领袖很多啊，都是70、80年代的时候信耶稣，那个复兴的运动，那个圣灵的运动啊，烧那个复兴的浪潮，烧那时候好多人会讲方言啊，有医治的恩赐临到死人般。啊，有好多的奇妙的事临到这个地方，那就在那个时候也产生了好多的教会，同时也有好多现在建立教会的教会领袖，发乎的都是从那个时候信耶稣。所以那为什么这一段时间我们有新教会但是不多了？不是没有方法，方法比以前多，哦，怎样带教会比以前多，怎样成功比以前多，讲师也一大箩，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好像沙漠这样的人出来，好像 很少啊，好像大卫这样的很 significant 的人出来。那为什么？那因为不是依靠势力，老话常谈，不是依靠才能，而是靠那看不见的灵方能成事。约翰福音4:24告诉我们，神是灵， God is， 然后那个大写的 S， God is spirit， 一起说 spirit，
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或者必须依靠圣灵按着真理来拜他， with spirit and in truth。 所以今天有音响好不好？非常好，我有一套音响，越买越贵，卖越买越贵了，出出300多了，现在买到3000块一支。但是我不能够依靠那个东西，因为如果没有了那个东西，我还是可以敬拜。但我若依靠这个外在的东西，里面没有力量，再多方法，再多条件，你会发现那走的速度好像比有复兴浪潮来的时候慢。所以教会能够成功建造起来，你的生命能够改变，全赖于神的话和圣灵。一起说圣灵。神的话和圣灵。所以今天我相信神的大能，你不要小看你的敬拜，千万不要小看你的敬拜。像我会讲一些见证，开始给你们一些灵界的图案。当然我也参与，我也很积极的参与爱华城或者许多许多关怀社区的工作。 OK， 可以不可以放一放这个 slide 啊？ OK， 好，老约翰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弟兄胜过他，启示录12:11，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今天弟兄姐妹，若你的生命你感觉有一个看不到的拦阻，你好像做什么都卡着，没有 luck， 我的俗话说，但那个不是 luck， 你感觉就是那个命运不对，感觉没运，感觉很多人同一件事情他们做很简单，但是这一段时间你就卡着，你要怎样得胜？靠着羔羊的血，一起说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然后然而做见证的原来有三，也是老约翰说的，就是圣灵、水与血。然后这三样也是连于一。什么是圣灵啊？很容易了，你就马上你就知道那一位三一上帝那一位圣灵。那什么是水？水可以预表着神的道。有时候你看到水，你就马上可以联想到他很可能就指着神的道，预表着神的道。那血代表着 covenant， 代表神跟我们立的约。今天你要进到那个屋子里面，不但你要有钥匙，即便你今天忘记带钥匙，你要回你自己的家吗？你忘记带钥匙怎么办？或者钥匙锁在家里面，你拿一个锤子砰跟那个门锁都打破，然后以后才换锁吧。但是你打破然后你进去里面，你是犯法还是合法？肯定合法吧，那是你的家。为什么你有钥匙或没钥匙你进去，无论是有钥匙当然最好，但你进去你可以进去，因为有一个 contract 啊，那个合同里面写的是你是那个 owner， 你是 这个家 的拥有者。今天耶稣的血告诉我魔鬼什么事情？你属于他啊。好多的人啊不敢信耶稣或者非基督徒，他说以前啊那个什么神什么神帮过我，什么神明什么神明帮过我，我欠了他的，然后你要我信耶稣不可以啊，因为我欠了他了还没还呢。那真的不少那些新村的安迪安哥是这样跟我说。那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耶稣已经帮你还完全部债了。他说万一那个神明来找我怎么办？他跟我追讨债呢。哇，我讲你信你的神啊，拜到这样怕这样恐惧。我说不要担心，你说奉耶稣的名，如果他来找你说
你去找耶稣谈，因为耶稣是我的大哥，耶稣是我的主，他已经帮我还完了。你找他，他跟你谈，我不用跟你谈，你不用讲太多。阿们。那些你碰到任何魔鬼的，你欠我的啊，你要怎样告诉他？啊，耶稣的宝血赎买了我，我属于耶稣。有什么债啊？找耶稣，耶稣跟你谈，我不用跟你谈，不用跟你啊浪费力气。阿门。OK， 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得胜的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得胜；第二，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来得胜；第三，我们要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得胜。这就是我们胜过魔鬼的，这个最重要的事。一起说最重要的事。啊，我已经关上了哈，看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样是什么？对呀，大声一起说圣灵。非势力，非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撒迦利亚说，乃是依靠圣灵，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第二是靠神的话，那第三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啊。这全部是你的证明，你是那个 owner， 你是属于天上的，上面有你的地址，啊，耶稣的这个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那除此以外，啊，大哥大姐啊，没理由每次都要破门禁吗？即使那家是你的，你要带锁匙吗？要带钥匙吗？没有的话，都要有一个无限的钥匙啊。改天我相信啊，以后啊，你去到你的家，可能不用找锁匙了，他 detect 到你的这个，你就开门，可能你就可以进了。啊，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一天。啊，那你要有这个钥匙也好，家钥匙也好，车钥匙。啊，主耶稣做什么事情？他来到凯撒利亚菲利比，啊，不要小看这个名字啊。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啊，但是这个凯撒利亚是黑暗的凯撒利亚，啊，另外一个凯撒利亚，是那个哥尼流所住的地方啊。那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一起说凯撒利亚菲利比，什么地方那么厉害？啊，耶稣跑到以色列最上面最上面的地方，啊，越上面越靠近黑门山了，然后所有以色列的泉源，啊，所有的水都是从主要是从黑门山流流流流流，啊，接着约旦河从上面，约旦河很长了，又流流到加利利，加利利再流流到那，所有人就接着这些小溪拿水。那这些当时候罗马王就在那个泉源的附近，就在那个山上面，这个山这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菲利比。那一样差不多像印度庙一样啊，我曾经参观过印度庙啊，印度庙好厉害的哦。你不单看到它的墙壁啊，还没有进那个庙里面呢，啊，我们华人还不同哦，华人有时候他们拜拜啊，你一进去哇，要进到去才会发现很大尊东西在那里，啊，但是印度庙不一样哦，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去 A&W 对面一看，啊，墙壁都有啊，那墙壁不但屋顶有啦，墙壁有啦，啊，我还进过去啊，当然我不是去拜，我们上宗教课，我进去参观啦，走走走走走，哇，那个柱子他也没有放过了，柱子给他挖了一个空心，每一个 柱子里面都有一尊哦。是整个庙里面，你我不知道厕所有没有，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尊东西在那边，啊，越隐秘的越里面的，啊，越所谓的他们的那个大哥在那边。那凯撒利亚菲利比就像印度庙，我这样讲你就比较容易明白。整座山啊，有好多好多个洞，然后每一个洞你看啊，这些洞如果放大 zoom in 啊，就你看每一个洞都有一个屋子啊，每一个屋子里面都有一尊。那还有一个大洞，啊，叫做潘神 Hades 啊，那个羊啊，哦，你们看到一些撒旦教的那个羊，就在那个大洞里面，潘神洞也。所以有一个大的在最大的洞里面，它有好多山的，每个隆隆啦啦，每个里面都有一尊。那耶稣跑到那边呢，广东话叫崖墙，跑到那边问，
哇，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啊。其实耶稣是讲他跑那边，你们说我是谁？跑到那个庙前面，而且是整个以色列拜拜最凶的地方，好像你去到泰国最大的庙、最顶的香火最多了，那你跑到他的门前，旁边的人看着你，哇，我谁呀、啊？你看着，可能你是牧师啊。你们说我信的神是谁？哇，然后你的会友就很单纯了，耶稣啊，够力了。不知道会不会给他赶出来啊？这种感觉就是这样。耶稣跑到那个大门口，你们说我是谁？哇，又开始讨论哦。啊，不是那个洞里面那个某某的啊，转世的不是。他说，你是以利亚哦，啊，你是什么什么？然后最后有一个啊，西门彼得，他就领受启示，他说你是。弥赛亚，永生上帝的儿子，哇！你讲耶稣够不够胆量啊？你跟着这样的，那是耶稣那种真的像歹过、啊，他的那个胆量出来，跑到人家庙前面，全国最大前的门口喊，然后他对彼得他说：“西门巴焉啊。”你是有福了，他说，因为这不是属血气，一起说属血气，不是那看得到的启示，你是有一个 WiFi 啊，是一个 connect 啊，启示你是阿爸天父启示，你上面连啊 connect 给你，你才知道的，不是你自己，哎呀，我有亮光了，不是啊，是 connect 到，一起说 connect，connected 啊 ，connect 才可以知道。你是基督，他才敢说。如果你没有 connect， 你哪里敢讲？哇，上面 连通一个条天线在彼得的头上面，可能有火吧，有圣灵的火。你是基督，然后主说什么？他说：“你是有福了。”他说：“我要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而那个天国的钥匙，什么门呢？”上帝要把所有能够捆绑，无论是大洞还是小小的那些阴间的小窗口，每一把钥匙我都要交在你的手上。所以那个 key 是在原文里面是 K-E-Y-S keys， 我要把每一个钥匙能够锁着魔鬼作为的钥匙都要给你，彼得。哇、哦，假别料了，所以没有东西可以拦阻到彼得。彼得拿到天国的众多钥匙，当然最大的钥匙是什么？再讲一次，圣灵。大声点，圣灵，神的道，就是圣经，还有耶稣的宝血。那还有许许多多关着这些小门口的。所有的钥匙耶稣都给了彼得啊。可能你会问，哎呀，这样子啊，赶鬼啊，啊，一定要找 Dr. 关啊，要找牧师啊。那一起说放心，神有给牧师牧者权柄，一定有，因为他给彼得权柄，那同时他也给谁权柄？那后来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主耶稣同时啊，过了一段时间，他也对门徒们说，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哦，你不要怕，你没有，我实在告诉你，我没有忘记你们。他说凡你们，一起说你们，啊，不是你，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今天啊，有一名 homeschool 的学生啊 ，Derek 在我们当中啊。啊，我在 homeschool 那时候做 counselor， 有一个秘密，我没有讲出来啊 ，Pastor Lim 也不知道。我的主任牧师也不知道，今天我要把它公布，这么多年要把这个信声公布出来，你们有八卦要知道这个消息。
那个 WiFi 是我们的 WiFi 是不能够给这么多电脑 connect 的，然后那个 speed 是有限的，可能好多家电脑可以 connect， 有时候学生偷偷带电话，自己 connect， 我们 CRC 教会 homeschool 的这个 WiFi connect connect connect， 后来啊，我就找到一个 app 啊，那个 app 叫做 Netcut， 一起说 Netcut， 我可以 detect 到啊，哪一个小冬瓜在偷偷。connect 啦，那个教会的 WiFi 哦，Derek 不知道你有 connect 吗？应该没有了，他很乖啊，然后我就发现，哎，那个数目啊，不只是教会的电脑的数目啊，还有多的什么 Samsung Galaxy 什么都有啦，我那个 net cut 我就 cut， 有一次他们在偷偷打那个 Dota。打哦，下课老师不知道，打，自己带电脑来打，我一看下去呢，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喂哟，给我看我不管他，我好好跟我上课。那今天呢，魔鬼在 connect， 他也 connect 啊，我们 connect 上帝，他也想办法要 disconnect 我们，让我们跟神断开连接。或者他也要嘎掐我们啊，那些有可能你上那个网页本来不是要进那个 link， 哇，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广告 pop up 出来，你要把它 cut 掉怎么办？我们生命中有好多这些不好的看不见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也能够捆绑他们，阿们，你也能够释放砍掉，不要给他 connect 哦，你有权柄。你的权柄是耶稣给你的权柄，耶稣不但给教会的牧师权柄，他一样也给你权柄，阿们。那我就在这里，我记得我爸爸在降头邪术嘛，你们都知道我的见证，如果没有回去耶利米爱歌 YouTube channel 去找我的见证，那时候我爸爸在解降头，那个魔鬼啊好多啊，带着马仔来一窝蜂这样子来那种属灵征战好很厉害，那时候灵眼是看得到的，魔鬼 一群来的今天魔鬼跟我们打仗啊，他不是一只鬼跟你打的，你放心了，他很聪明的，他一定叫嘎基的好像那个黑社会，他叫他的马仔啊，他的 gangster 啊 gang 啊一起来，那但是你也要放心哦，不但耶稣会帮助你，我们祷告，怎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派一个天使来就好了，保护我，没有吗？我们祷告什么？愿你的国降临，一起大声念国不是愿你的国，愿你派一个最小的天使来站我旁边就好，没有，那魔鬼欺负你，可能他带三个。四个最多七个了，或者再厉害一堆来好不好，但是他碰到你，他是一个 gangster 来啊，你一个刚才你们牧师有祷告为着军队祷告马来西亚要祝福派最强的军队来，他看到他就脚软了，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所以上帝你今天你祷告，如果你碰到拦阻，你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你，你不要想到捆绑你一个天使啊，很 QQ 的拿着刀拿着那个剑这样子射，不是，伊丽莎让童子看到什么，有满山，一起说满山真的那个字好厉害啊，满满啊，整座山满山都是火车火马，上帝是这样派军队来为你征战，所以你还怕什么？阿们。但你的信心要很大。而今天有一个姐妹她信耶稣啊，每个礼拜来教会但是家里还没相信耶稣她的父母亲还没相信耶稣，弟弟也没相信耶稣，家人都没有相信，但她一个人相信可能在你们当中有些人像她一样，
所以他爸爸妈妈拜得好厉害啊，有时候什么蛋什么蛋拜得好厉害，那个鬼就跑来找他，那一段时间跑来找他，他说我要杀你，然后讲了好一段时间，我要杀你，他就跑来了，他说牧师，他跑来找耶利米啊，牧师，那个鬼要杀我，我就问他讲了多久，一个礼拜要，然后我就问杀了没有，然后他说还没有，我说要杀早就杀了哦，那个打枪你的啊，打枪你啊，星期一，那第二个礼，第二天我要打枪，要拉就拉你的荷包嘛，是不是？他要问你，我要打枪，他为什么他要一直这样讲？他要拿 permission。他没有权柄，他没有说是，他没有不是那个家的 owner。他说我要杀你。那如果你说什么，哎呦是、啊，他可以杀我。你说他可以啊，你给他 permission， 他就来了。你不要给他 permission 哦。你说有什么事和我的主谈，我不睬你了。奉耶稣的名离开我。阿门，阿门，阿门。你学到了吗？啊，我不是赶鬼大师，那个赶过不少鬼了，不是赶鬼大师，还有好多。那今天传几招给你，受用不浅。好，那我爸爸那时候啊，说到我爸爸，他那个鬼一堆的来找我爸爸，一堆来，哇，每次一堆一堆来，然后我爸爸那时候看到耶稣，他就跟耶稣说：“耶稣啊，万一那个泰国和尚一连咒啊，一堆鬼来。”再来一次了，我一叫你啊，耶稣，你在天上吗？万一你来不及，我爸爸很好单纯啊，他的很 logic 嘛，对不对？天上下来，这样远哦，快都是会慢一两秒，可能啦啊，他是这样想，那时候刚回教会，万一你来不及呢？然后耶稣说，绝对来得及。他就是了，啊，你来不及了，他一直问呢。那一起说，绝对来得及啊！因为这些经文呢，我没办法从那个 grammar 那边希腊文接给你听，但是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什么意思。今天啊，你怎么都知道我一个很可爱的儿子啊啊，比如说今天我跟他玩一个比赛，后面放着一个礼物啊，我儿子在这里，我们从台上一起跑跑跑，跑到后面的桌子要抢到那个礼物。然后我就让我儿子先跑了。Ready, get set, go! 然后我说你跑到半场我才跑。那最后谁先抢到那个礼物？很可能是我嘛，他 baby 嘛。我如果 我发力，他就即便他先跑，也是我先到嘛，我先拿到那个礼物。因为我是大人，我脚比他长好多。啊，今天这个经文的原文意思是什么？他说凡你们在地上，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捆吧，还没讲完啊，还没嘴巴还没讲完，你还没讲完，你开始说了对不对？奉耶稣的名你开始说了，你还没讲完那个祷告，神已经收到了，他知道你讲什么，他就砰，他就先到那边捆绑那个魔鬼。虽然是你先开口，但是因为他是神，他肯定跑得更快，他是神哦，爸爸都跑快个孩子，何况神和人尘土。我们说奉耶稣的名捆，搞不好你绑还没说，你心里已经想了，你开始讲了，冲，那边在天上已经捆绑了，比你快好多。当你奉耶稣的名释放，你还没祷告完哦，砰，那边已经放了，揭开了。那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跟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的原文，希腊原文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不告诉你那个字是什么啊，不乱讲下去，大家要睡觉了。所以来得及吗？即便都来得及的，在那一刹那，在那一秒。在那毫秒里面，神一定来得及。只要你奉耶稣的名，凭着信心宣告医治，宣告释放，宣告自由，或者你捆绑那个魔鬼，他的你的 neck cut 或者 spirit cut
就给他 砍掉，所有的咒诅都砍掉了。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靠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拿撒勒人，拿撒勒地上的名，耶稣人完美人救主的名，基督弥赛亚的名，那什么 permit 都拿完了，靠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请Dominic 弟兄帮我弹刚才你弹最后一首歌，我只想到那一首歌，我说等下我要唱结果你们的领唱在下台前他就弹了。 I sing praises to your name, O Lord, 我们唱中文，我要歌颂给怎么 key 什么都可以啊，哈利路亚 G key 啊，容易一点。我们站起来，我们称赞神为高，绝对来得及。今天我们要把所有拦阻在你的生命中一切不好的 connection 全部 disconnect 掉，哈利路亚。但是我们要恢复神的祝福，那个连接要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不但要爱人，我们也要连接于上帝的国。哈利路亚的汗，我们先闭上眼睛，我们在灵里祷告。哦，拉巴拉巴拉，西利亚的拉巴拉卡西安。哦，拉巴拉巴拉卡西，你的祷告是有力量的，你的祷告是有力量的，你绝对不是孤单。我刚才在你们前面敬拜，唱着唱，唱着唱着，我感觉这整个地，我后面有一大群的和我一起在敬拜。我相信神的国，天上的众使徒、众信徒、天兵、天使、天使们都和我们一起敬拜你，你不是孤单。让我们先闭上眼睛，哈利路亚！我们连接于天上。苏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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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卡西巴拉巴拉卡西，我要歌颂你生命。苏拉巴拉，不需要歌词啊，不需要歌词。我相信我唱下你就会唱了。库拉巴拉巴拉巴拉西利亚达拉巴拉巴拉卡西安的，哈利路亚！西利亚达拉巴拉巴拉巴拉卡修的。哦，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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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卡西呢？哦，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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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卡的，我要歌颂你生命，哦主，歌颂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我要歌颂你生命，哦主，歌颂你生命，哦主，愿神的大能充满你，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至高配的赞美美，我要荣耀你生命，我要荣耀你生命，哦主，荣耀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是高，我们高举他的赞美，我要荣耀，我要荣耀你生命，哦主，称赞神为高，荣耀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 Aki Aki， 我要歌颂，我要歌颂你生命，让我们扬起声来敬拜。哦主，歌颂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我要歌颂，我要歌颂你生命，哦
主，歌颂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再一遍好不好？我要荣耀你生命，我要荣耀你生命，哦主，荣耀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是高配的赞美，因为你生命是高配的赞美，哈利路亚，因为你生命是高配的赞美，哈利路亚，我们给上帝掌声，我们高举他，哈利路亚，大家请坐，大家请坐，阿们，把时间交给你们的牧者。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我们机会到这边为止，但是你需要和我们需要到上前来，我们耶明领牧师为你们祷告，教会领袖为你们祷告，来，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今天晚高给我们明白属灵的知识，上帝，那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这个知识，我们能够得胜魔鬼一切的谎言，一切的使我们惧怕。上帝，我们谢谢你把今天弟兄姐妹交托上帝来，把一个星期里面他们去的、做的、讲的、计划的完全交托上帝来指引他们，来带领他们，使他们生命不一样，使他们携手不即为，使他们是充满你的带领，充满你的保守，充满你的恩膏。哈利路亚，谢谢你慢慢交托，奉耶稣名求。但是营业 跑这时候 上前来，那是需要祷告，不然的话上帝祝福大家过着愉快的马来西亚乐还有周末。 Amen。